来了，天定了。走，当差去。你既然起了这家，赶紧起来，来我这儿，我给你刷好。锦衣卫的规矩是二人一组，协同办案。大人想我跟谁一组？陆征。以后你和陆征搭档，我让你监视他，把他每天的行踪都告诉我。私下哪也要我跟陆征搭档？这样肯定又出事儿了。是片荒野，你是花田，种下回忆片。从来没说过想念，爱从何时化成蝶。我今天啊，格外的想放一个合同。两两缠绵似沉香，交织成火焰，不熄灭，忘了沿途风雪的凛冽。独自领略过世界的圆缺，终于在你心里停歇。两两相守一生，历经所有考验，就是一副不埋怨世间会干苦涩变成甜。我在查礼物的时候，你给我们俩这么些，无亲无故，无牵无挂。你还可以住在这里，不过每月要给我20。我没那么多钱。我想让你给我当老妈子，给我们俩做饭洗衣服。夫人，你想如何？以后上房揭瓦的时候小心点，别闪了，看看我说的对不对。